好的，这边来看一下天霸对阵 XR 的第三局上半场，军工厂搬掉了佣兵前锋加先知啊。这边对面选出了一套修是修得很快，算是一套超修流，但是脆是真的很脆的一套阵容。这套阵容呢，如果说选爱哭鬼，我觉得这套阵容拿出来爱哭鬼是贼开心啊。红夫人的话呢也行，但是上来遇到调师就没有那么香了，除非这边调师出现失误。看了一眼调师，我们看阿福这边的天赋是带了一点追猎，上来找到的是守墓人，但是这一刀没打中。好，第二刀打中，第二刀打中，守墓人距离拉开。横向找过去是要往沙包废墟来，借势娃娃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反应，要不要动一手？娃娃这边不动，打掉娃娃以后，待会儿是一个八秒钟的一个 CD 来，这边一刀打掉，好，那刚好这边打完插刀结束，一个镜像头找借势，节奏还是挺顺的，这个节奏还是挺顺的，过来到脸上看一下切。借势这边走的话不太好走啊，不太好走，这边 OB 视角有点卡，要吃一刀，吃一刀以后，哎，这 OB 视角卡了， OB 视角卡了，没关系，我们这边看一下，这边柚子他，哎，娃娃扛一刀 nice， 这样的话要再吃一个镜像，然后再补一个闪现，我觉得这边可以闪现直接交，交完以后投镜像啊，闪现直接交一刀打中，好，镜像一投，这个镜像只要稳着来就行啊，千万不要出失误，跟出去再投镜像更稳，没错，因为你在里面投它的一个镜像的一个位置可能会被地形所那个牵制住啊，就被地形卡住，好，再补一刀，那这样母子双倒，外面舞台机的话我们看一下调试才能修开，猫眼家应该也是按这个时间的话能修开一台，守墓人电机的话差不多，但是求忍这边的一个道具不多了，守墓人只有一根铲子了，调试三瓶香水嘛，但你这三瓶香水打到后面也没有用啊，我觉得穷者在借势挂飞之前应该是电机亮不了了，阿福这边还通缉到了一个冒险家，这冒险家有点尴尬，对吧，作为一个修机位被通缉到，阿福这边只要镜像投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镜像想要去防守墓人呢还比较难的啊，这边如果能打一刀小慈有赢面啊， 打一刀小慈的话有赢面，这边追一刀守墓人，好，人救下来，守墓人应该直接交铲了吧，不交，发现没有追我，好，这边一刀追上二挂通缉的冒险家，看一下在哪里，冒险家赶紧把自己要补的电机先给补掉，然后看下一个通缉是谁了，如果说通缉到守墓人呢，我觉得这把阿福就有机会了，这守墓人被迫要交铲的，看下一波通缉，挂的话挂中间吧，挂中间这个位置比较好防守，对，挂中间水箱，然后看通缉，而且这个位置的话站在地图的最中间啊，你投哪里都可以投通缉，哎呀还是冒险家，这冒险家的对吧，买到彩票吧，怎么就每次都通缉到冒险家呢，守墓人哦，他这边是这样选择，冒险家被通缉到了，然后我干扰你外置位的电机打你调香师，守墓人这边来救是不太可能来救的，我觉得他最多就是耳鸣卡着，然后你有想法来打我呢，我交个铲子让冒险家把树叶挖完以后把电机点开争取一个平局，但是这守墓人八秒钟以后下一个镜像，冒险家这个位置还被通缉到的，看见了一个镜像先投把冒险家打残，打残了以后回身过来管守墓，先把他铲子逼掉，开门战的时候更有利一点啊，这样直接逼也行，守墓人交铲子先打，打完以后这个镜像感觉还能打一刀啊，闪现捏在手上面的调试那边电机买卖不了，哎，这倒了可就是个地下室啊，阿福福妹来，一刀震慑呀，没打中，这一刀没打中吗？这一刀没打中，这个时间冒险家手上面是有本书页的，好，电机已经快好了，但是求者这边的道具不多，我觉得阿福还是有三抓的面，因为这边一个要压机，一个要救人，一个在椅子上面，求者没有机会去压门，开门战的话他带了通缉有爆木，三个人的位置是清晰的，处理掉一个，然后镜像头也好，切传送也好，都可以啊，都可以。这里是带着道具走来了，调香师不仅是对吧，自己来了，还带道具过来。但是阿福这边没发现啊，没看见人。这一波无伤救人要命了。那这一波无伤救人，两个人距离拉开，哎，守墓人这边捡上了魔术棒，这个魔术棒开门战有用啊。哎呦，这波防守的话，让求者保平的一个面又增加了一点点啊。我觉得现在穷者保平的面已经高达 43.17%、啊、43.17%， 电机直接点亮满血守墓人，这边镜像一头魔术棒一交，好，哎呦打了个震慑，
切过去挂上。他这个震慑应该是有爆幕，哎，这个还真不是很能够确定到底是不是爆幕引发的这一个，还是阿福的一个预判。因为教魔术棒的时候好像爆幕也是看不见的啊，我印象当中记得是看不见的，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改。直接传送过来找这边跳地窖，哎，好像还能捞一波，这个人啊翻个板子加个速，这还能去捞一波。波波捞下来的话，那应该是偏向于一个平局了。没捞下来，哎，这没捞下来尴尬了。那就看波波这边的三瓶香水了，阿福这边坐等一个镜像结束啊，不，坐等一个镜像 CD 好，直接一头，可惜了啊。哎，切过来再走，这边的门没开啊，门没开，他只能是兜兜转转拖到那个挽留结束然后跳地窖才行，这个太难了。嗯，这样看来的话刚才在地窖口蹲着可能会更好一点啊，还是有点可惜的。因为这波阿福确实是给了一个机会，他给了一个身位的机会，让这边的调师无伤把人救下来了。然后呢，阿福这边的一个神之一刀是把这边的一个魔术棒给破了，还是蛮精彩的一把开门战。